们上一集说到，这刘秀呢，正为那个更始帝刘玄在外头攻城略地，忽然一个噩耗传来，什么噩耗呢？他大哥刘演被更始帝刘玄给杀了。刘演犯了什么罪了呢？刘演当然是无罪，功高震主，这就是刘演的罪。自从在冲陵啊兴起义兵之后啊，刘演是作为首义元勋，在义军当中威名赫赫。更始帝军队呢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前来投奔，绝大多数当时确实都是冲着刘演这名字过去的。绿林诸将啊推举刘玄当皇帝之后啊，刘演没有怨言，得封大司徒之后啊，作为更始帝军队当中最高的军事首领，他是一直身先士卒，统领更始汉军和这个新莽的军队作战。那么刘秀呢取得昆阳大捷之后呢，刘演刘秀兄弟的声名更是真至顶峰。从史书中呢我们可以见到绿林军系统中的平陵新市那些分支中的诸将呢，眼见刘演兄弟名气越来越大，怕他们日后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呢那几个兵将就暗中不停劝说更始帝刘玄，因为这刘玄是他们推立的嘛，就劝刘玄除掉这兄弟二人。那么从当时起兵的实际情况讲，以德以才以武，刘演都比刘玄更有资格做皇帝。可惜呢当时绿林系统这几个将领最终呢能够拥戴刘玄当上皇帝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口实，为什么呢？那就是论其血统，刘演呢确实比那个刘玄要差一点。刘玄的曾祖父是正根冲陵侯，刘演刘秀的曾祖父呢就是冲陵侯的庶子。即便如此呢，刘演当时以大局为重，把地位等于是拱手相让给这个刘玄。按理说啊，刘演确实是挺仁义挺识大体的，但是随着刘氏兄弟的威名日益显赫，义军当中呢领导层内占多数这个绿林军的这个势力也就待不住了。在他们劝说下，与刘氏兄弟同宗的更始帝刘玄呢自己也日益不安，他是位庸人，他就害怕刘演刘秀兄弟日后羽翼丰满之后没准哪天呢会惦记上自己的地位。更始帝呢和绿林诸将他们不信任刘演也不信任刘秀，这个呢刘演刘秀呢也是心知肚明，尤其是刘秀他就一直劝大哥刘演你要多加小心。但当时刘演呢他自以为你看我对刘玄的更始帝劳苦功高啊，因此他当时就不以为意。有一次呢更始帝刘玄和那个绿林军首领这个几个人吃饭，那帮人就劝他，就决定在大会诸将的时候招刘演入宫，借机杀掉这个功臣。结果呢大伙儿一块宴饮之时喝酒的时候，刘玄故意当众猛夸刘演他的佩剑，要他解下来自己观赏一下。刘演当然遵命了，皇帝要看即刻就将他自己的防身宝剑解下来交给更始帝。依据原先的计划，就是绿林诸将给他出的那个主意，更始帝刘玄这个时候应该把那剑一拔，冲当时就给刘演来一剑把他捅死。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当时这个刘玄犹豫了，我估计还是因为他自己武功不行。当时呢有个大臣叫申屠建的是刘玄的心腹，他当时两次当庭就进献自己身上挂着玉珏，就提醒刘玄赶紧下手，绝者绝也。刘玄呢当时可能就是害怕这个刘演的勇武，迟疑未发。宴会过后啊，刘演的舅舅范宏就提醒外甥，你看刚才那申屠建献玉和当年鸿门宴范增的举止啊一模一样，你可要小心啊。舅舅这样劝刘演依旧笑而不言，他就觉得再怎么样刘玄不至于把我杀了吧。不止刘玄，那更始帝和绿林系的诸将一计刘演，最早呢和刘氏兄弟首倡义兵的那个李毅，就李通他弟弟，也慢慢转向，逐渐的和绿林将领站在一条线上。看到李毅现在也手鼠两端了，刘秀就叫大哥你小心此人。
刘演呢依旧没有听进去。由此呢，更始帝刘玄，包括那个绿林系的这个诸位将领，因此就对这个刘氏兄弟也日益猜忌，刘演、刘秀，包括呢，你看现在这个李毅也开始暗中跟更始帝在一块儿，对自己按摩刀子，所有的一切情况，刘演还觉得没事儿。那么刘演被杀的触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刘演手下有个将军叫刘季。这个刘季这个人，他和刘玄和刘演、刘秀一样，都是冲灵侯，这个系统的宗室子弟。这个人呢，打仗勇敢，和刘演的关系特别好。当初那绿林诸将拥戴刘玄称帝，刘季马上就特别愤怒，当众大言：“我们大家当中起义兵图谋天下大事，就是伯生兄弟的功劳。如今的拥立更始，哪有这样的道理？”为此呢，这刘季深为更始帝和绿林诸将所恨，因此呢，渊城昆阳大捷之后，更始帝封侯拜将，就给刘季封了一个抗威将军。如此封号，显然就属于侮辱性的，明白的数落他：“你刘季也抗威不尊。”刘季这个人呢，性格直爽，当然不受更始帝对自己的封拜，他不接受这个封官。结果呢，更始帝刘玄呢，就以此为借口，你看。我封你一个这个将军，你还这个坚持不受，他就和绿林诸将谋议之后，然后呢集兵数千人，然后呢一下子就把这刘季给抓起来了，当庭宣布他抗命不尊，要当众杀掉他。眼看自己的族弟马上被杀头啊，当时这刘演呢就上前为这个刘季争辩，他在朝会之上据理力争，就陈说：“你看。”这刘将军功高无罪啊，你怎么应该现在把他处决掉呢？大家争议之间，更始帝身边的近臣朱伟，包括后来又转投他的李毅，马上就开始撺掇，痛斥刘演包庇刘季，有谋反之心，当众劝说更始帝应该把刘演和刘季一起斩首，这样才能立威。眼见这个时候周围都是自己的兵将，更始帝刘玄终于鼓起勇气，喝令卫士把刘演和刘季一同吹出去杀掉。事起仓促，当时刘演至死也想不到，这个族兄刘玄能够下狠心把自己给弄死。刀飞血溅，为更始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演、刘伯升，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了自己拥立的族兄皇帝刀斧之下，杀了族弟刘演那个大司徒。更始帝呢，接着马上下令任命自己另外一个族兄刘赐为大司徒，以此呢来安慰刘氏宗族子弟，同时呢，他还任命他自己的族侄刘信为奋威将军，前往颍川一带接替刘秀的军权。当时刘秀听到大哥刘演被杀这噩耗，心如刀绞。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常理，他要不就马上出逃，要不就马上起兵反叛更始帝。这两种行为在当时对于刘秀来讲啊，哪个都不行。如果出逃，刘秀又能逃到哪里去？王莽新朝肯定不能去了吧，河南的赤眉军也不能投，如果反叛更始帝更是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现在的刘玄已经是天下众望所归的大汉皇帝，自己兄弟先前所立功劳，天下人都会算在更始帝头上，如果现在自己公开背叛更始帝，马上就会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叛臣贼子。思前想后呢，刘秀做出了一件让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事情，他单身独骑离开他刚刚占领这个阜城，亲自到达更始帝的首都渊城上殿谢罪。听说刘秀到来他哥哥这个刘演大司徒府从前那些府吏那些官员不少人前来迎候，但刘秀一个都不接待，连话都不说，跟这些人好像不认识一样，以此来避嫌。而后呢，拜见更始帝之时，刘秀不停谢罪，表示呢，作为罪臣刘演的亲弟弟，对大哥啊有失明察，他闭口不提自己昆阳大捷的功劳。回到自己府邸之后呢，刘秀也不敢为大哥服丧，更没有任何报仇雪恨的那些言谈举止。他平常饮食啊，待人接物啊，招待人跟从前一样。对此呢，更始帝和绿林诸将呢，都大出意料。不久之后呢，想想自己的地位确确实实是人家刘演刘秀兄弟挣来的，刘玄呢心里就有点过意不去了。
下诏，封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此时此刻，你甭看封了他的爵了，封了他的侯了，刘秀哪怕有稍微的举止失措，肯定会被刘玄还有那些绿林的那些军的诸将杀掉。因为当时呢，冲陵刘氏宗族亲戚啊都在渊城，你看绿林势力又在军中如此强大，刘秀呢忍气吞声，忍字头上一把刀啊。更始帝刘玄呢也一直在观察刘秀，一发现这刘秀确实是个彬彬君子，做人低调恭顺，身上一点没有刘演那种张扬和霸气，所以呢刘玄就逐渐放松对刘秀的警惕，而且呢更始帝内心的还得意，你看我对这刘氏兄弟一杀一赏，在安抚着冲陵刘氏宗族的同时呢也彰显了自己的帝王威风，可谓一举两得。刘秀呢虽然现在被更始帝封为武信侯，但是呢他手中啊根本就没有兵权。刘玄呢心安，刘秀心安，绿林诸将也更心安，因为刘秀手里没兵嘛。这个时候呢义军内部就相对平静了，哎，外部起义形势也是一派大好，王莽的新朝啊基本上日趋走向灭亡。于是呢更始帝就派遣王旷攻打洛阳，派申屠建攻打武关，最终呢各路义军齐集长安，终于灭掉了新朝政权，杀掉王莽。那么王旷那一步呢也最终顺利的接管了洛阳。听到洛阳都被占领了，更始帝刘玄做出决定，渊城这个地方太小了，他想要移都洛阳。那么他自己车驾出发之前呢就派刘秀给他封了一个官，行司隶校尉，你先去洛阳，到那里整修官府，做好啊这个刘玄迁都之前的准备工作。但当时刘秀深知更始帝对自己也完全是不放心的，所以呢他在更始帝身边的时候呢就更加小心谨慎，待人接物特别恭敬。在渊城呢刘秀就成功扮演了一个真心为大哥，哎，这个刘演得罪更始帝也忠心悔过的这样一个罪人。到洛阳呢刘秀尽心尽力，以一个那种小吏的耐心和细心，把洛阳整治得井井有条，什么世贸宫殿啊，什么官员接待管理啊，更始帝就龙心甚悦。他到了这个洛阳之后啊，顿时间就能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因此呢刘秀不仅让更始帝群臣满意，当地洛阳老百姓对刘秀留下深刻印象。那更始诸将我们都知道，他手下那些绿林军的首领都是一些打家劫舍的强人强盗出身，那些人呢浑身奇装异服，平时上脑袋上也不戴冠，而戴那种布的那的那种绸子，一下把头发扎住，甚至有人还穿那种女人的大叶的衣服，就是那种就是妇人的那当时叫当衣。因此呢老百姓一看到这些不伦不类的人啊，好多人都直耳笑之，就是你看这些人，这什么这什么人啊，有胆小的人呢看到绿林诸将，看他们的打扮吓得扭头就跑。相比这些人，刘秀和他手下那些人衣冠翩翩，举止行为呢都跟从前汉王朝那个旧时的制度是一样的，因此呢百姓对此就感到非常亲切。一些曾经在西汉时期做过政府官吏的老人呢看着刘秀和他手下的重人，禁不住呢泪流满面，赞叹道，谁料想今日复见汉家威仪。由此呢不仅咸鱼这个阶级分野判若鸿沟，最终刘秀的行为举止呢还使得洛阳附近的百姓啊都对他印象深刻，百姓归心，对他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印象。忍字头上一把刀，正是刘秀的耐心和忍耐，最终呢帮助他日后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那么更始政权刘玄定都洛阳之后呢，这阵各地呢纷纷效忠，哎，都表示承认更始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原本势力比绿林军系统大的那个赤眉军现在也派人到洛阳表示来降附。更始政权虽然暂时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完成改朝换代，他当时还需要不停地派出使者到四周去，到先前效忠的这个新莽王朝的各地去招安和抚慰。更始政权因为他得胜太快了，他的实际势力军事能力所达到的只有河南和长安那些地方，
所以呢，更始政权招安和招抚程序呢也显得过于简单和粗糙。但凡各地先前那些新朝官员派人或者送信表示臣服，更始政权马上委任这个来降之人，把原官委派给他，你是郡守还当郡守，你是县官还当县官。因此呢，如此的政权变更呢，如果更始政权很快稳定天下局势，那绝对是好事儿。如果更始政权内部一乱，原先效忠的地方势力肯定马上也会变脸。为此呢，虽然不少地方都表示归服，哎，更始政权呢还是非常费劲的进行这个招抚工作。王莽的新朝虽然当时哎覆灭了，但是河北地区、黄河以北那各州各郡都在提前观望，都没有明确的表示向更始政权归附。同时呢，河北地区还有什么铜马、由来啊、韦骁啊、公孙述啊等等，包括河北三王，各地那些割据势力呢都在那跃跃欲试。赤眉军在山东的势力呢更是日益壮大。当时呢，作为京畿重地附近的河北地区，境内各种军阀割据和流民武装四处游荡，局势是最复杂和危险的。因此呢，更始政权对于河北地区的招安工作一时就最感到头疼。为此呢，和刘秀同为这个冲陵侯这个系统的大司徒刘赐就建议更始帝刘玄，你选择贤能之士前往河北，劝说更始帝你就派刘秀去算了。更始帝是个庸才，对刘赐的建议呢不置可否，但他手下大司马这个朱伟就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你现在放刘秀去河北，日后呢恐怕你就再也不能控制他了。刘赐呢毕竟和刘秀兄弟是冲陵侯同宗，你看在背后不停苦劝更始帝刘玄，你把他外放了吧，把刘秀弄到河北去吧，哎，犹疑之间，那么最终劝更始帝最终放刘秀是谁呢？是尚书曹诩。这个人说话管用，他在更始帝面前呢力荐刘秀，最终呢刘玄就同意任命刘秀为行大司马事，持节到河北地区宣慰。曹诩这个人和刘秀是无亲无故，他为什么替刘秀在更始帝面前说好话呢？这就要归功于刘秀手下的那叫冯异的人了。我们先前讲过，先前冯异啊是被刘秀俘虏了，后代他，然后他又替刘秀睡降了那阜城五县。后来呢，冯异就给这个谁呢，就等于是给这个刘秀当了主簿了。什么叫主簿？就成为他的机要秘书长了。冯异当时得知更始政权内部他左丞相曹敬、尚书曹诩这父子两个人呢深受刘玄的信任，就大提前量提前提醒刘秀深交这两个人，这两个是贵人啊，因此暗地里送钱送物给这曹氏父子，就打通了他们的关节。收人钱财与人消灾啊，曹氏父子还真不错，关键时刻就在更始帝面前力保刘秀，终于使得我们这位主人公龙入大海虎入深山。河北之地啊前途艰险，刘秀这个人呢这个、时候势单力薄，他冒着寒风骑马就往河北去了。当时刘秀多大呢？29岁。他这个时候他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终于逃出了更始政权的这个樊笼，终于从洛阳出来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当然了，更始帝刘玄对于这个族弟刘秀这个放虎归山那绝对不是放虎归山，他也全然不是出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刘玄肯定和他手下那些亲信包括绿林诸将商量过，刘秀现在是作为自己的臣下，他如果能够成功的宣抚河北，自然好事一件啊，河北又归于我们大汉朝了，如果不能，河北那地方路险人恶，刘秀肯定会被某股地方武装杀掉，这也不见得就是件什么坏事。如此呢，你看政治隐患清除了，自己呢也没有杀戮功臣的这种恶名，所以更始帝刘玄对刘秀的委派类似等于给了他一张空头委任状，官名有，兵卒啊器械是无论如何不会改他的，按理说行大司马事你怎么有个几千几万兵马没有。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作为全权处置河北这样的一个大臣刘秀身边呢包括谋士这个冯异在内有多少人呢？这所谓的大部队总共是不足200人。
不过呢，刘秀身边人数虽少，全是他的心腹。冯异不说了，肯定是他心腹。你看还有什么王霸呀、姚七呀、段剑啊、什么左龙等人，这些人都是一直跟着刘秀和冯异的，所以说绝对都是心腹从人。渡过滚滚黄河之后，回望身后还真没追兵，刘秀的一颗心呢才一下子放松下来。那么初到河北，由于这个刘秀有更始帝亲禅大臣这个封号，所过州县的官吏百姓啊确实对他非常拥戴。期间呢，刘秀在长安求学时就认识的好友邓禹迢迢远里而来，在邺地这个地方呢和刘秀相见。邺地在哪儿？就今天在河北的磁县以南那个地方。邓禹虽然年轻，但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开宗明义地劝说刘秀，你应该以高祖刘邦为榜样，拯救天下百姓于倒悬之中。可见呢，当时更始帝呢虽然号称天下共主，但邓禹对于更始帝本人啊，他性格那种懦弱和他手下绿林诸将那种弱点啊，给刘秀分析的条条是道，认定更始君臣啊难以一统天下。所以这邓禹就劝说刘秀一定要注意延揽天下英杰，爱护百姓，然后以此行事呢，天下不足定也。呵，这小伙子比自己小6岁，邓禹一席话，刘秀大悦，命令手下都尊称邓禹为邓将军，把这位年轻人呢就当做自己的高参，常常俩人在一块儿，白天也在一块儿，晚上一块儿，就是商议机密大事。当时的刘秀刚刚脱离更始政权这个阴影，此时此刻呢，邓禹已经明白无误的啊，告诉挑明刘秀，你绝非池中之物。为了增强刘秀在河北独立发展的信心呢，他的一席话确实是让刘秀倍感欣慰，心中呢更有了底气了，而且呢还确定了未来的施政目标。当时呢，刘秀是以更始政权宣慰大使的名义，有条不紊的在河北地区呢啊进行这个宣慰，了解民情，开展工作，而且呢还审理了王莽时代的那些积案，释放了王莽时期被冤入狱的好多囚犯，然后废除王莽苛政，就等于是干了不少好事，又恢复西汉时代那个官称，把那些官员论功行赏，该升的升，该贬的贬。由于刘秀勤政爱民，河北百姓啊，这阵儿就纷纷知道他的大名，纷纷向他进献牛酒。对于百姓的这种热情呢，刘秀呢兼婉然谢绝，严令部下不要扰民。苦心经营好几个月，河北地区呢现在终于初具规模了。由于刘秀呢统帅军队有方，一位叫耿纯的人也投于他的门下。耿纯是河北的巨鹿人，就是现在河北平乡，是当地豪门望族出身。他投效更始帝之后呢，也受命，就是被等于是被刘秀任命了，持府阶招安，在河北当地来进行抚慰。在邯郸呢偶遇刘秀之后呢，耿纯又看刘秀这个人气宇轩昂，待人和蔼，他更对刘秀产生好感，自此呢就决心追随刘秀。为了表达诚意呢，耿纯还向刘秀呢献上几匹好马，还有几百撇子丝绸作为礼物。刘秀在河北呢遇到过，你看当地人这个像耿纯这样的好人，也遇到了刘林这样的坏人。刘林是谁啊？当时啊汉景帝7世孙那个赵缪王的儿子就是刘林，他呢也在邯郸一带游荡。先前呢他的父亲赵王刘元因为肆意虐杀手下，就先前被汉朝的朝廷削去王爵了。死后呢，由于干坏事太多，当时的汉朝朝廷还给他赐个恶谥，就缪王。对此呢，刘林一直耿耿于怀，他一直幻想自己哪天呢重新当上赵王。听说更始帝派刘秀宣慰河北，刘林呢立刻来巴结刘秀。这两个人坐下来交谈，刘林呢是一个纨绔子弟，竟然还炫耀了他有见识。他当时就为刘秀出主意，出策划，说什么呢？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你看，这个刘秀以为这位宗室子弟会给自己出什么好主意，原来刘林呢就劝告他，你自己对河东地区那些赤眉军啊，你用大水淹他们，把这黄河一决。对此呢，刘秀当时是默然不答，他心中就暗想，这计策太残忍了，我把这个黄河给掘开了，一旦成功，
赤眉军是灭了，百万大军都淹死了，成为鱼虾了。大水一过，这百姓岂不跟着遭殃啊？刘秀如此摘心仁厚，在这个纨绔子弟刘林眼中呢，就变成了妇人之仁了。刘林当时就认为刘秀这个人不能成大事，赶紧告辞。他在河北四处学嘛，重新寻找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刘秀万万想不到的是呢，与他同属刘姓宗室的这个纨绔子弟刘林离去之后，竟然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不仅仅是麻烦，刘林几乎给刘秀啊带来的是灭顶之灾。刘林郁闷离去之后，他到了真定，遇到了他的老朋友王琅。这王琅这个人又名王昌。王琅是什么人？他原籍邯郸，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江湖郎中，卖野药的。哎，你别看王琅就是个卖野药的，但这个人特别有心机，他又做过卦师，对于星力啊、谶纬特有研究。刘林呢，多年以来一直在赵魏之地游窜，结识了不少这个黑社会、黑道上之人。加上刘林本人呢，他又喜欢那种谶纬之术，什么奇术啊、卜卦啊，所以他很早就和王琅有交情。这次呢，老友重见，王琅还特神秘，神秘兮兮把别人都支开，对刘林说：“哎，我从前一直隐瞒我自己真实身份。哎呦，您到底是谁呀？”就刘林就问：“我是大汉成帝的儿子刘子羽啊。王莽时代，长安就有个江湖术士，曾经冒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就说自己叫刘子羽。当时呢，就被新莽政权给逮了，给杀了。”由于百姓日后痛恨这个新朝的统治，所以呢，愤愤流传汉成帝确实有儿子，就叫刘子羽，他流落民间了。当时看到刘林一双浑浊的大眼瞪得老大，王琅继续编故事：“我生母啊就是汉成帝宫内的歌姬，有一次呢，忽然在殿下摔倒昏迷，一股黄气从上而下灌入她的体内，我妈就怀孕了。当时呢，赵飞燕皇后想害死我妈。”宫内呢有贵人帮忙，把别人的孩子顶替交了出去，我才得活。我12岁呢，得遇一个算命的郎中叫李曼清的，与他呢两个人一起到蜀地谋生。我17岁呢到丹阳游走，20岁我到了长安，而后呢辗转于中山一带，来往燕赵之间。这些年我就是等待天时，就是要恢复我们大汉江山啊。王琅编这个故事，除了他12岁到20岁之内他到处游走的经历是真的以外，别的都是瞎编的，非常的荒诞不经，还有什么去过蜀地又干嘛干嘛。可是呢，王琅这些瞎话竟然使得当时刘林呢信以为真，或者是故意信以为真，认定王琅这个人奇货可居。刘林呢就和邯郸附近地区两个豪族，一个叫李煜的，一个叫张参呢，这两个人合谋，就准备拥立王琅当皇帝。当时呢，正好河北谣传说赤眉军要渡河，老百姓闻言特别害怕，就害怕这赤眉军过了河之后杀人抢东西。正趁此流言汹汹之际，更始元年12月，刘林等人就率车骑数百，凌晨时分突然闯入邯郸城，在昔日赵王的王宫拥立王琅为天子，对外呢宣称王琅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羽。王琅当了皇帝之后呢，马上封刘林这位主要的支持他自己为丞相，李煜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就那俩豪族土豪啊也当大官了。趁着民间汹汹混乱的当口，刘林率领几百人在邯郸拥立王琅为帝，这事儿一下就成功了。江湖郎中呢兼卦师这个王琅摇身一变就成了汉成帝遗落在民间的龙子刘子羽，刘林呢也成了有拥戴之功的大丞相，这个皆大欢喜对他们俩来讲。可见民间传说往往是在乱世之中化为民间的同情，而王琅和刘林呢恰巧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充分利用百姓对先帝遗子的这样一个同情和拥戴，趁着大家恐惧赤眉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使得一个卖野药的骗子名正言顺成了皇帝了。相比更始帝刘玄本人啊，和这位替更始帝宣慰河北这个刘秀，王琅现如今这种汉成帝亲儿子的身份，从地位继承角度看，确实要比刘秀、刘玄这类宗室旁支啊，要名正言顺得多。
刘麟呢，他又是昔日正宗的赵王的后代，非常熟悉汉朝典章制度，因此拥立王朗之后，他们立刻向门下分遣将帅，在河北一带的就树立统治威信，而且呢以真皇帝的口吻移袭各州各郡。由于河北百姓啊一直啊思念汉室，那么王朗呢诈称成帝的儿子这么简单的骗局呢，就在刘麟等人的煽惑之下，竟然假事成真。附近的许多郡县的百姓、官员以为王朗就是龙子继位，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封从耳靡，一下子群起响应，都承认王朗是皇帝。一山不容二虎啊，王朗在河北当了皇帝了，以汉成帝的儿子身份当皇帝了。那么在刘麟的支持和怂恿下呢，王朗肯定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儿，干嘛呢？追杀刘秀。于是呢，王朗、刘麟马上以十万户侯爵的诱人赏金，在河北各地悬赏刘秀的人头，谁把刘秀弄死，十万户侯爵马上赏给他。当时刘秀正埋头经营河北，悉心建立自己的地盘，忽然之间邯郸出现一个汉朝新天子，而且百姓呢影从，而且自己脑袋知道忽然之间值钱了十万户侯。一夜之间，刘秀呢就忽然成为众矢之的了，确实发懵，他当时是恍然不知所知。面对如此类似绝境的这样的困境，刘秀该怎么办呢？我们下一集再说。